对当地人来说并不是特别安全的这个城市，有一些绑架呀，他是盯好了这些盯住了这些矿主啊，有一些绑架这种勒索的这种行为啊。你们不要穿衣服，不要以当地人，确实不要以当地人穿什么为准。你看前面有人穿短袖，又有人穿棉衣，又有人穿毛衣，啊，也有人穿羽绒服啊，所以他们当地人就乱穿。你看这边有人穿短袖啊，还是以自己的这个感觉啊为准啊。哦，佛传这件最古代。嗯。哦，这个传统的。Oh!